含点音效的搞笑 bug。 一，消失的学校。首先先迈着热心不认的步伐回家换衣服，然后直接传送至游乐园来体验一把自由落体的感觉。趁乱赶紧安下粉屎。追着个视角，看上去有些奇怪。哦呦，居然还可以使用喷漆背包。这还是我们之前的学校吗？学校都直接消失了，墙体都没了，只剩下一些门和桌子。这么看学校感觉好好玩的样子，大家赶紧来音效里试试吧。再点一次分身就直接回到游乐园，感觉像个隐藏的传送点。二，奇葩的走路姿势。在小道具里拿出三只家祖传的自行车，放开我的传家宝，直接喊二狗牵手。换成男主后，手直接粘一起了。看小爷的麻花腰，就问这技术你们谁有？三，奇葩的分身，在城堡里骑上小白后，直接点击分身，然后随便传送到一个地方。哇塞，这分身居然是垂直的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喜欢的小可爱，赶快去试试吧。最后一个人体悬浮术，在城堡里先讨好小白，然后让他跟着你走，再找到传说中的圣诞屋，不会找路线的自己瞎蒙一下，找到这个飞行器后直接呼唤小白。你怎么跑天上去了？骑上以后再坐上飞行器。大家还知道什么其他搞笑的 bug 吗？